咱们台湾是天顶地中心。多谢大家，乡亲这么简单，第一这台风天哈啊，突然卡电话，我遐咧找无找无路啊，到甲迄中平那边坐两日，才想讲，这边才过来。迄、那个感谢大家吼，而且今仔这么无简单安尼，我大家走来吼，我是讲故事啊，大家听。迄个，这是一个道教的神话啦，道教的神话。伊讲，咱台湾就发展汉江名是啥？是其实伊是姓江名义啦，哦，伊是汉朝的人，所以叫做汉江名啦。啊，这个伊已经变做姓啦，然后呢，到达唐朝的时阵，出一个李洞宾，哦，这大家较清楚吼。啊，李洞宾呢？伊捌做过官，做过两面的官，然后呢，啊，就伊样。我只是讲，迄支红的在九三洞，吼，这国民党的哦。啊，这李洞宾呢，他一心求道，他也曾礼佛，他也曾经去那个啊、哦。那有一次呢，伊这里、个。李隆基就碰到了这个汉中理中理，那中理就叫他修行炼丹。那李隆基他一心一意想要做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他想要呢救己救度世人，有理就得善起来，有理我们也当改啊，也当改制度呢，脱离这种善起来的这些环境。所以这些经文之下呢，中理呢传授给他一个法术。这个法术是怎样呢？用，也就是说，点铁成金。你呢，将你用的你就老的那个丹啊，啊，把这个铁啊，点起来嘞，一点铁就变成金，的亲像就像现在的电镀一样啊。好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迄、那个伊个讲安尼呢，我一旦可以做铁成金，你就会当去救济世人啊。哦，啊，但是呢，你就一旦无为。啊，请教哦，师傅啊，这个铁变成金以后，以后要一个再点呢？终于跟他回答说，五百年后一个变作铁。如果你是李洞宾，你会怎样？李洞宾一听说，啊，哪呢？岂不是害了五百年后拿到这块金的人吗？那这种事我不干，所以呢，他讲说，哇，一海里五百年后的人，这别人你这笔画，这画你在做，终于一天就跟他讲，我们道教要修成仙啊，要积满三千件功德，秉你这句话，你已经修满了，你就成仙了。这是啥？这个老师是了凡四训内底一个讲半善满善的旨意。什么叫半善满善呢？伊这个行为是以假借中理在试探李洞宾的心态，对不？诶，较是。所以呢，你虽然李洞宾无已经会当救这个别人，但是他的一份善念跨越了五百年，足以成仙矣。乡亲朋友，你们今天可以站出来缓和、汇合、为当代、后代、子子孙孙消灾免祸，我们不必问结果。我告诉各位，乡亲喜瓜，所有那家下人们，你们已经是一念万年啦，容易了。我最近这几年。甲咱台湾过去寺庙内底所有遐经册，规个全部甲看了，我咧找出讲神佛的这个，因为咱人拢相信是地头山主有神明嘛，对无？也搁有伫你身体内底，也有叫一个叫做三司神的。你暗时咧困的时阵，伊就去报告讲你其他做啥物好代志，做啥物歹代志。也搁有赵文公有无？一个月诶，这个月底时，伊就去天庭。就甲恁厝稳一个人做啥物工作，做啥物歹歹代志，就来做报。
告，你们每个人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本超限成绩单，做什么好事加一分，做朝拜更加什么，有大功大过等等的啊，这特别加起左右台湾人的这个所有价值观里面很重要的，非常重要的一环。这让我膝盖在光在中道，包括光在告诉我，有一个善车的查某囡仔，有一天入去因乡村内底一间大庙啊，大寺啊，啊，伊是要布施，但是呢，他身上只有两毛钱，可是他真的很想布施，虽然只有两毛钱，他诚惶诚恐的捐了那两毛钱。他无疑无，我刚刚在万万没有想到，那个大寺的住持老维新啊，亲自为他出来在佛前诵经、回向、求忏。后来，这善财道兵那就加入了豪门大户，那就变成大富大贵了。有一天，他珠光宝气的回乡，带了几百万、几千万。到该寺布施，这一次那个老师傅却只吩咐一个刚刚在学习的初学生给他回向，他就觉得很奇怪，就跑去问老和尚说：“从前万家施舍能干银，你师傅却亲自为我忏诵经，现在我布施了将近千万人，师傅却不理我，只叫个。”小毛毛头来应付我，你这是什么道理？师父回答他说：“从前你布施的钱虽然很渺小，但是你的心念很单纯、很真切，因而我老和尚如果不亲自替你忏悔回向，我就没有办法报答你赐真的功德啊。”今天你布施的钱虽然是天文数字，但是你布施的心境、你的态度有杂染，不像先前那么纯真。第二节的笑脸呢，退一忏悔也就够了，你还敢来问我？这个呢，跟前面那个例子是反过来，这叫满善半善。表面上他做很多，实际上功德却非常小。各位朋友，真正的善，台湾人家学习特别怎样？不搞不然呢？啊，就是连个善也不沾染。国家人讲啊，以财物济人，不布施啦。啊，所谓布施有三大类嘛，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，对不？啊，你若是以财物济人，内不见己，外不见人，终不见所施之物，是谓三轮底空。咱咧管咧迄布施呢，布施出去，我无想讲我咧布施，我也无去想着布施给啥物人，店家无去看着讲我是布施啥物物件。这种物件呢，就是所谓的一心清净。那么一刀米呢，也可以种无义癌之福啊；一文钱也可以消万劫千劫之罪。这是咱台湾人的现代观念，知无？台湾传统的俗民、庶民接受的就是这套教化，我们多少也有这样的观念、信念，不管是潜意识或无意识当中。相对的，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讲的核能电厂，一些政客的专家也可能骗人，说什么核电比较便宜等等，假装核废料都不用处理一样。哎，我这几天去看那个。贺立伟啊，这个贺立伟，我说这是什么人，你知道吗？这是较早台湾在做原子弹的时阵，有一个偷走一厘米，把咱台湾在做核电、在做核子弹的秘密全部泄露给美国，美国会也要听证，让美国对台湾当局呢，整个呢撤除台湾的本来要做原子弹的这个措施。咱台湾过去两千一零年，我伫33年前接受到一个，我咧做电台台咧读册吼，我咧做研究生。那我们系上老师呢，接受了台电委托的环境影响的调查，环境影响评估，
我是33年前就去调查现在的核试验，人真正知无？咱一个核能电厂起33年，戴维斯中古世纪在盖彩花大教堂，盖了盖了几百年。哎、欸，这种物件，较早的墙啊，较早做的物件，早都烂了啊。那我说，这种盖了33年的核电厂是安全的，又没有上帝进驻，鬼才相信。你若看这个。这个就是台湾培养出来的核能专家，伊的博士论文啊，是伫原子炉旁边写的。伊已经站出来讲啊，你若看讲台电的遐贪污，甲着讲真正唔知为着啥物理由。台湾啊，到今啊，如果说需要做核能电厂啊，我怎么想怎么看，只有两个可能：第一，他真的要做原子弹；第二。纯粹是因为前面已经谈太多，后面紧急啊，对啊，我们肯定要都避免出来。但是所有知道内情的，即使核试都把它盖好了，如果能够运转而不出问题的话，真的鬼才不相，我也不相信。就是台电内部的人也不可能会相信，更不要说所谓核能专家。哎，今天是来干嘛？除了这两个理由以外，不过安内主也报道了呢，台湾根本不需要，现在没有需要那么多电，完全没有需要。台湾的备能量，你知道核四个几件，我要买个38，也是一样，全世界无人在搞。啊，前年那我看报纸，台电才讲啦，要减为15%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何必继续干？又何必公投？这等一下我再来分析啊，分析为什么他们要公投。对呢，你们看到没有？现在马跟那个行政院长又在斗了啊！他们呢，打算可能跨连这个中岛文书呀，你那边呢，也会想要把它撤销掉了啊！所以你看看现在的呢，贵体在台湾哪个电台官哪天，他也光清清一下，不用电台，尽量飘过。我最近把贵爷台湾的显书啊，你们看所有的寺庙的那些善书，把它所有拿来啊！我一条一条的按照供过的方式去给它检验出来，下面有最善，下面有最恶。我跟各位报告，台湾人认为作恶到什么程度呢？只要起心动念都算是恶，而且呢，连看月亮、看太阳太久也算一个。哦，很实在，我告诉你，但是我一直在找他最大的恶，你知道吗？我彻底绝望了。因为所有不相信你们去看看台湾将近比超的2万座寺庙所有的善书，对于官僚在做的，对于像现在的核能电厂这么恶，对于这些贪官污吏，他那个一句话都没有写到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所有现在教宗教校教善的那些寺庙的文化，彻彻底底为了专制统治，统治下阶层的不认识字的人而设计的。他把整个世界上最大的恶完全不理会。然后拢用骗讲背写的方式，各位朋友，台湾历来300-400年来统独从来都是宗教先行。你今仔来看啥物胡闹闹胡等等啊，30年前。中道龙鬼道啊，你知道不？卖公啥？你也当了解，清朝诗人比这个黑罗啊、马金拍半钱啊，拍无半工尔。刘伯先一看书，迄已经叫迄个风吹到遐船啊，已经挂去了。伊就选啊了呢，无到一礼拜，台湾就投降啊。你知道台湾投降，诗人来台湾第一件做的是什么事情？温港西到板金港，左营迄个所在，第一件做诶代志，把马祖扛过来，后船冲山了，去到底下公里了。那个时候，台湾祭祀最多的是什么？玄天上帝、小地公、底下公。伊台马祖无惊呢，去到底下公杀一边，马祖拆掉，甲庙内底诶一寡历史、古物啊、石碑毁掉。篡改历史，第三个，马祖国开，横梁，也就是说，
拿捧麻竹去霸凌谢天上，然后更可恶的，在台湾各重大的海港，广设麻竹庙，叫闽南福建的灰星来麻竹庙做主席，专心来跟他台湾安尼啊，你去看嘛。刚刚进阮北港麻竹庙的主席是啥物人？是灰星，迄灰星是混蛋。这个妈祖是宗教，阿奈有这个情形，全世界没有人知，对不对？同时，这一些妈祖庙就用来充当建设台湾人的情志收集中心，料理要表现的是什么？大概你这边，所以呢，台湾的妈祖庙本来妈祖是最反清，你知无？就是呢。既有施琅他们反过来要台湾闽南人破产，整个精神破产。这个，像今天可能不了解，你若对宗教史来个了解，来看来到底，你知道秦桧，宋朝时代秦桧是知蜀天台宗，叶辉的群众支持者是禅宗，禅宗从来是外来换异族，你知道？这个即使佛教的宗派里面也有很奇妙的大斗争，那所有台湾历史从以前到现在从来都是宗教先行，但现在呢，我看我给你最近的北京说台湾三四百年历史弄清楚以后，我马仔也出一部册，叫朱武王爷解剖王爷，该画的台湾四百年来宗教的最主要内涵，简单一句话，你知道妈祖啥？妈祖就是天天地地是观音，无林默这个人，没有林默娘这个人，他那个是为什么？1199年，宋辽给皇帝，因为他什么呢？改魔为道，干不到呢，怎么该做不到？所以呢，本来是叫菩萨，不然间观音煞变成大师，大师是道教嘛。哦，迄阵的释迦牟尼要头戴道冠，身穿道袍了，你知无？啊，所以那个命令下来，那个禅宗为了要细节存亡自己的法脉，就编了林默娘这个神话故事。但是呢，他的编的这个手法，所有的这个策略啊，完全用佛经的方式，从《佛说业上米经》等等啊编出来，就可以得到。有留下的案例，让后代人可以知道说，其实我们这间麻竹其实代表的是观音。那这一套在佛教里面还有一套华理叫观音华理，就是有所谓的本体，还有应现。这他亲身来讲啊，你说你竟然画妈祖庙后边是不是一定观音佛祖？观音佛祖这是伊的本质，头前就是应现观音，可以是任何神。所以跟他前置，他还演出一套什么东西给你看，他就创造了一个神话，就是千里眼，就是观，神通的就是听是音，所以不叫观世音是什么？叫前置一画。一个明朝时代，前一段是暗色的，顺风逆是蓝色的，清朝灭了。把所有的前一眼的顺风耳的颜色给对调，所以前一眼起码变成现在变成蓝色的。全台湾只有原来只有两间庙宇维持明朝时代的颜色，前一眼是蓝，就是我们北港妈祖加好美女蒙那个文港啊，南港的太圣宫，迄些三四百年来。比典型光更加扎来台湾，从来没有被摸破的啊！一些麻豆，一些麻豆有够厉害啊！伊个时阵哪里在？伊较早大家无药材，无医生吼，伊就在哪里在消肉跑肉治病。你信徒去甲拜讲啊，即摆吼，我那个来厝个人在报病吼，啊，要甲你救一个啊，吼，伊啊。对伊个心上下底，互伊吸一个酒茶，啊，倒去合着草药吃，听讲非常灵验。啊，我去甲访问的是，一生啊，听出来吼，已经袂一干啦，袂一干。哦，
医生啊，这种挂吧、贴吧来治病，不是干阿妈做俩、公爷啊，搞一块。按今呢，事实上啊，各位朋友，其实马祖就是彻彻底底观音，为了要传入他的法脉，在因为这种专制政权的这个之下而受到制出来的，所以叫不得已。没有想到这个穿道袍之后呢，穿了将近一千年却没有脱下来。后来因为呢，清朝师啊，他抓准了控制马祖信仰，就能控制整个民心向背，所以他把原来反清的马祖信仰啊，要收编体掉哦。台湾的精英陈永华就重新创造了用三太子的这个方式，用提一啊，已经清朝已经掉掉这个哦，已经被台湾已经掉清朝去降量去啊。结果呢，陈永华这个假死对那个高吉敖，我最近就是追这一段历史，然后去勘察，去把这一段还原出来。就沿着吉水溪，怎样用宗教的保护的手法，他开创了洪门，开创了青帮，开创了以后你们在电影上看到的所谓的陈近南，这些神话里面呢、啊，其实完全是陈永华的化身。他用宗教的方式再度反攻大陆，等到呢青帮洪帮散布全球各地啊，他这个东西就解散。那出来的呈现的宗教的外表模式呢，就是我们的王爷信仰。王爷不是什么瘟神，王爷不是你们在讲什么三百六十进士，王爷是什么？明末的五个皇帝，接下来是郑氏王朝，郑成功、郑经这个郑克爽，他们这是王爷。你去南昆新华，明年还是年轻啊？伊拉公，这个伊拉公就是这样，可怜啦，那个另外的故事了哦。所以呢，这个呢，我们再拉回来，这呢，我今天不是讲这个哦，你呐会当有伊呐，大家好清楚哦，包括讲讲英文啊好啊，我起码可以啊，最近收人也可以会使讲一点点嘛。但是我想讲各位各位，如果讲起两个故事呢，这个是台湾的所有宗教的内涵，基本上是从封神榜。那在思想价值观就是颜了凡的了凡四性、功过格、善恶的这些东西。我来讲化工界功过格里面最高等级的功德是准百功，就是救人救一个人无死安尼。五十功则包括什么？花一言立即百姓的五十功啊。相对的凶，最大的祸只不过是让一个人死掉，就是百祸。如果他讲一句话要会去讲那种伤害百姓的话，那就是准五十够等等。你哪个按照台湾传统这种来讲话哦，给香农民现今的核能电厂这种是害死人，那是几啊万人、几啊十万人、几百万人，而且是害世世代代。我就是咧亲自讲，所有中国历史、台湾历史内底会当吹出来最大的罪恶。我发觉找无，那即马核能电厂，那即马已经挂完了。我甲你讲，五历史以来，他们的罪过从来没有办法记载，很恐怖啊！我再举一个故事，了凡四性的一个神话故事，让他了解到大家的底子的价值观是怎样。古早啊，有一个叫做魏仲达的瓜，伊要甲四十岁是刚刚昏死的过去。伊个灵魂啊，叫乌头马面街阿道阴西北库个心话。这个审判官就下令手下来，把记载这个魏氏啊，那个魏仲达这个人啊，他所有做的善事跟坏事记录簿提出来，抄现成绩单提出来挂埋。结果呢，哇，刚来归五车，这归五车只做了多少个人去看，一本摊开来，都是记载他做多少坏事的事情。多的吓死人，竟然把整个房间都填满了，天井都摆了，摆满了，还是摆不完。相对的，他做的善事少的可怜啊，只有半张纸，他更加比一根筷子还要细。这个时阵啊，魏某人一看，魂飞魄散，大声喊冤啊！我弄哦，我弄，我都
无甲四十岁，我哪有做遐侪过失？我哪有做遐侪歹代志啊？哈、啊，那四十岁都还袂到，无遐侪时间做遮侪歹代志啊？你知看官安怎甲讲？这些罪过不只是你实际做出来的，还包括只要你起心动念，一念不正，都算过失一条。如果咱今朝面那鬼人，请他对咱讲话者，内心起了一阵骚动，都算一条小过。难怪有数不清的罪过，所以就想讲，大死啊！哇，我安尼来，活到四十岁，还是死人啊？还是到半死人呀？那你叫做罪过？所以那些无头黎明的搬来一个终极天庭，要来算他一辈子的总账，做这个善恶总清算。这个姓魏的心里想：那是啊，跳呀！哎呀，没有想到啊，鬼谷家罪恶坑了，他半张善一点点坑了，竟然呢，善的部分还比较重一点。为这个姓魏的更加糊涂的，就说啊，我是做什么写书啊？哎，挂挂个题来看，就把他说哦，是这样嘛？因为有一次呢，皇帝要兴建一件大工程，你呢上了奏章，劝皇帝说你不要劳民伤财，不要荼毒百姓啊。那这个姓魏的更加困惑的问，可是皇帝并没有听我的建议啊。他还是动工的啊！判官跟他讲：“你的一念在万民，毕竟是很纯真的，想要免除千万人民的苦难，这一份善念大得很。如果皇帝有采纳你的建议，那你更加的功德无量。所以呢，所以说为天下苍生消灾谋福。”善虽小，而实际上非常的大。如果你只念念不忘，为自己要心善求功德，那你可能是善很大，实际上到你到下地狱的时候，心算起来是很小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中风法师，你们知不知道中风法师？你大家不知道，中风有写一部很出名的，叫《三十系列》，讲到这三十系列。人啊，飘下咧上心诶，三时摄念第一念就是念，就变心念啊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到菩提声说，呵，能办法被离。这想要第一念，再来第二念，又第三念。嘿，那一部《中方三十系列》写的文词之美，意境之超然啊！我来讲，你那边可以来讲，我先听。比如说欠债是不为，你只看着对方真的充满智慧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劫后空空无大千。那年轻人练枪枪没看过实习了，就这个上面啊，一切都有六趣，所谓的六趣就别的鼻舌身意，啊，白心所有能享受、能够幻想的东西呀、啊，啊。啊，那国家你家啦，啊，你的所有的所谓的享受等等六趣。梦里明明有六趣，劫后空空无大千啊！他那里面所写的生而无生啊，这个法性湛蓝啊，我放那两天就打开两部哈，完了两他刚才打开到窗户给我，这个年纪初醒温泉寒几颗假连线哈，天天看也要一部，那个咱较早咱台湾人就这样，那个较早学习英文，大家都不要念啊，阮做囡仔，阮就要念啊，对不？哦，第二第三，讲到第三，学习很文，悔入主观呐、啊，观音已干破，五过不行音，旧红第一印，心动为灵隐，相识观天下，地心连一理，山中有地书，世上无别人，主观一无言，望观太阳天，万般都是命，半点不由人啊，来世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。主观一模一样，我万太阳天自己恨啊，自己的树叶太少啊，不要怪那个太阳都照到别人家的屁股，不来照自己，让自己没有办法闲逛而作用了、啊。OK， 不管啊。所以这个再回来原来的故事，如果说
为天下苍生消灾蒙福。这个中风法师外外公中风三级系列，你后日当听明，人咧甲你上经，你也唔知啊听无这明明咯。所以这内底其中有就所谓三级系列内底，这个下一人就是宋朝时代的中风法师，他就讲了一句话，讲了一段话：有意义人是为善，有意义己是恶。就是讲，所做的是对天下万国这样的事。跟他有对家己有利的，这叫做恶。人之行善，利人者功，功则为真；利己，利己者为私，私则为假。啊，如果是你是真心发自真心出来的，那是真；如果只是因为别人在做些什么，跟着在做，这叫做假。那无为而为者真，有为而为者假。所以你看看，那今天的台湾人在做这些商业都在几千啊，那按照以前的标准，那种好行为都不敢做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现今缓和会合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生命不可忍受的万一，为的是避免天下苍生遭受核爆核会的勇士屠杀跟伤害。杨青，我跟你讲，你今仔来这听我这个传播，对三四百年来台湾所有寺庙的显示显书的这个分析，我会当跟你讲一句话：你今今仔那是出自一点仔关心台湾这片土地，关心何会何能有可能伤害我们世代子子孙孙。如果按照咱祖公祖妈几百年来的道德标准，我跟你讲，恁拢未到，已经早就超越了，不会下地狱了。恁银行的困，好好啊，掏钱。就台湾长年道德观的本质来说，根据功过格、缓和会合的大功德，我跟你保证，绝对超越了历来所有行善的总和。可是我要跟你强调，依我所了解的佛法，自大的功德乃在可以放下所有功德的执着或沾念，而可以达到一心清净。所以不管你那台风软化，你值得了，可以放下这一份心。而各位五鬼阴郎，我们即将面对生死，那你也可以放下，把这最后的一点善念用在，如果我们的老祖宗所讲的，不要讲什么真理，有一点点逼近人性底层需要的东西，那我跟各位保证，真的一念之间，为了世世代代，我想各位已经是功德无量，这一点可以确定。